正常的菜单到底在哪里？其他东西太多，正常菜单在这里。终于看到了正常的菜单。这些都是限定事情。对，那些都是期间限定。三波站。哎，这边比较冷。这跟芝多家的价位一样。然后还有定时。咖喱餐跟亲子共餐三一个，好加一个，然后看一下点餐记录，没有，好吧，好，再点一个吧，好，加一个，不会了，加一个，可乐必须加入第三，好，换你找你的。没有正常餐吗？没有。哦，有啊，好多。嗯，这边这边。我们家搞丢的筷子，阿妈那时候把它弄不见了。哦，对，那一次。需要为您做酱料介绍吗？我要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红油酱。然后这个，不要我，我要芝麻酱。芝麻酱，七味粉。对，那还需要做介绍吗？两边都是。没有啦，这边吧。不要乱加。大力一点吗？用你的身体。哎，小菜刚来而已。刚来。没有不优惠。叫我素。芬姐帮我加芝麻酱。帮我加芝麻酱。多少？零两圈吧。没有开的。好。辣椒好，哇，辣椒满天飞，这盐魔咒，这里很好，这边还没有问你说要不要加小菜，美丽华那边都没有吃的。谢谢，它跟图片一模一样，我天哪，太神奇！一模一样哎，对啊。高丽菜需要再来一点吗？好，谢谢。你看我的人是麦子饭，麦子。举手，然后加入我的饭应该可以加吧。这个今天好棒，骑脚踏车，死了两条命，骑了四个小时，死了两条命，不可以这样讲自己。章鱼小，摇动啊！那四个小时要杀人，我太难了，努力的向前，但最后却倒了两次。Thank you.
念念味噌汤，菠菜味噌汤。味噌汤讲的对啊，菠菜然后呢？先喝这一口，你会冷要不要先喝汤？贵吗？贵。下去了。